台南市安南区的海尾寮朝皇宫，建于清朝光绪年间，供奉主神保生大帝，俗称大道公庙。早年曾经办私塾、新学堂，是地方上的教育中心。后来因为国民教育的普及而中断。游子返乡的在地人吴茂成关心家乡文化发展与传承，曾经眼见过年期间有四五千人在庙城赌博的奇景，而萌生推展文化教育的念头。庙心学的课程，它就是一个概念，就发展社区、发展学习、发展生命，希望说创造一个在地的哈的这些学习空间。其中大庙是一个主体。在他的大力推动下，2007年，台江海尾朝皇宫和台南市社区大学结合发起大庙心学运动。啊，就对迄个和那个小块有接触啊，有迄个趣味。啊，人开青草班啊，我就讲好啊，来学啊，加减学啊。后来即摆是食老好闲啊，少年拢无啥物拢无闲。海尾朝皇宫的大庙心学，堪称台湾庙宇心学堂的典范。吴茂成也为自己的家乡燃起一把文化的香火，今天就一起来了解他这一段大庙心学的历程。在我们今天真情应台湾节目当中，请到这位主角是台南社大台江分校的执行长吴茂成执行长。执行长你好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真欢喜在空中跟大家相见。今天请到执行长来有一个比较大的目的，就是说你们的学校其实就是说这个社大办得非常的好，那他的课程我们觉得就是金多管呐、啊、就是很多元的在让这个地方第一滴工这些整卡收灾啊超北收灾哈，好像感觉上它变成是一个非常活络、充满了学习、充满了志工参与的一个地方，但是来工。台江这个所在，因为讲实在哈，我自己本人是唔知，但是台江后来才去查资料，还看你的书，我发现哈，台江有很多的点，尤其是那种观光的景点，其实大家可能都有知，而且是去过。可是整个台江的历史文化，你会当小可甲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所在的位置啊。其实台江是对咱台湾来讲最有意义的所在，哦。这个台江向西啊是一个内海吼，内海，这个内海。汉人呐、啊、吼，你讲这个咱闽南人哦、啊，啊伫福建过来吼，哦，以前就是过来去内海。比如讲咱所在地心宫，现在是荷兰人吼、啊日本人，因早期哦，伫这个大概西元吼一六吼，就讲这个16、17世纪吼，17世纪初的时阵吼，因都陆陆续续来这个内海。啊，今仔这个安南区吼、啊，向西啊规个拢是内海。啊，这个台江这个地名安那来吼？伊较早其实这个内海是，就是讲，有人也称，有人因为太大吼，所以有人叫海洋窟，哦来讨海吼，咱这渔民在这讨海的时阵来叫做，有人叫做海洋窟。啊，这海洋窟咱来想吼，就讲，这可能较早是安那，足济海洋来。哦，啊，咱因为哦，这个内海的形成就是讲，外靠这个滨外沙洲，这滨外沙洲围起来都拢内海。哦啊、所以这也有海洋区的地名，有台湾内海的地名，等等安尼。你跟主持人的对这地区的所在地区的历史文化真喜欢，真想要了解，敢有？无啦，其实咱无遐敖啦，咱吼，咱说拢是伫庙口啊，听咱哦，听咱阿嬷，听咱阿公，哦，听咱阿娘，哦，听咱阿爹，哦，安尼的。这是什么？列强，看你要解释一下。阿娘。阿娘哦，阿娘就是咱台湾人咧叫妈妈叫阿娘，哦，阮遐叫阿娘啦，有人叫阿母啦吼，哦，阿娘其实我买读册了，想话咧阿娘，其实这是古含义啦，古早话啊。你即马阿公安尼叫吗？我阿娘无滴啊。唔是我讲迄个地区，大家都安尼叫妈妈、爸爸吗？啊，要看年岁啦。哦。哦，从我细汉时，我出世吼，啊，讲出世你讲，咱别讲话啊，人教咱的啊。这什么人？啊，这阿娘，阿娘，哦，你就叫阿娘。今晚囡仔出世，这是啥？妈妈。啊，这是正版的叫法，阿娘。所以当时我阿家咧老人咧咧做一寡这文化调查的时阵，啊，若讲到的，讲到阿娘，会讲哦，那就大行的，哎呀，你就足亲切就对啦，吼。嘿，这是阿娘吼。哦，啊，所以咱真正就是都安尼听啦，伫庙口安尼听安尼听吼。啊，其实这就是政治的经济，哦，咱对地方的文化。对咱的这个宗族啊，对咱砖头文化，就是伫遐尔开始。即卖讲本土教育，其实古早大庙就是一个本土教育的一个，咱讲一个学校啦，一个教室啦。
哦、所以足侪，我相信啦、啊、吼，咱伫即个电视机诶头前遮诶听众朋友吼、哦，观众朋友，可能较老年诶有无，拢知影，拢庙口就是一个咱足重要诶一个文化中心伫遐哩。可是像你在办那个台南社大台江分校的时候，你都有想到讲，有一个概念就是大庙兴学这个概念。你当甲大家讲看嘛，讲你去当初啥物安尼想？我的故乡就是海尾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海尾吼、哦，其实吼、哦，伊乡下阮咧台江哦，有一个歌谣，安心立命起草料，地好出名十六料，啊，其中吼、哦，这十六料就是骨力料，骨力料，其中就是后就是讲这个带到公庙吼，带到公庙海尾料，就是讲阮海尾料吼、哦，是以这个带到公庙吼出名，啊，带到公是啥物人？伊是一个医生。哦、医生，有一个较大家可能比较啊，有定定北部可能较定定会听到叫保生大帝，保生大帝。啊，这个大德公吼、哦，有三项精神哦。大德公好清行德，吼、哦，伊咧虽然就因为是大人，吼、哦，啊，伊本身个呐，哦，有人讲自学啦，吼、哦，终身学习，伊家己采草药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去认识这些植物啦，去研究这些一粒丁丁。今嘛为讲的就是终身学习，就是自学啦。哦，阿妹啊，哦，这个神话故事来咧讲，大家讲哦，感觉讲伊家己这个学德吼，这个德音哦，阿个不足，应该安那，搁爱学习。所以讲呢，伊可以昆仑山吼，去昆仑山找这个西王母吼，西王母可以进修啦，学到用咱今嘛为讲的啦。叫游学啦，哦，即摆人讲你去外国，去欧洲、去美国、去澳洲去游学，哦，阿姨嘛是去游学，那按照这种故事来讲，应该是用走路去昆仑山游学对了，哦，行万里路安尼，啊，为学得优行，哦，学到有成，啊，咱即摆讲他博士啊，博士的毕业，哦，伊学得优行就做生意就好啊，哦，但是唔是，伊个思思念念挂念嘛是咱即个。百姓，所以佫倒转来福建，哦，来行医救世，哦，来帮助咱遮个，遮个人丁地主啊。嗯哼，即来咱即卖精神来讲，就是讲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一种社会参与的热情。嗯哼，所以大明星哥嘛是咧学即个，学即个带着公的精神。嗯，社区大学足强调讲，咱的学生平时爱有一种公民的思想，咱。学了物件，唔是讲为家己好尔，咱嘛会当安那奉献咱家己的这个专长，哦，去服务这个社会，去改革这个社会，公共参与。唔通讲拄到这个公共事务的时阵，讲啊，迄别人兜的代志，啊，这政府的代志，啊，咱拢卖管上好，不是安尼，是咱那撇除开去参与、去关心。哦，啊，过来是讲社会大个一个叫做咱的客厅内底足热特色的生命真能。嗯，足侪人来社会大学了的时阵，感觉讲。有一种被生命有被真能那种感觉，所以社区大学去三金知识解放、公共参与跟生命真能。有人问我讲，吴老师你嘛知影讲，大家讲有这个三金型，啊，甲社大这三金型，那当合作会？我讲我嘛唔知啊，这嘛是那只巧。主人啊，大家讲，其实咱传统信仰是最有精神的，每一个神尊、每一个神明都有伊的精神，但是咱汉地国有知识分子。去改安呐，心力。所以我足高来讲，知识分子必须要重回心灵的故乡。咱透过影片来看，看恁到底有办什么款的课程。啊，小丹再来讲讲，你这课程，你的设计过程当中，你有你中心的这个思考，还是啥物、欸？好啊，好。台南市社区大学台江分校的课程相当多元，不分老少，全民都可以一起来上课。这就是大庙心学强调终身学习的精神所在。肩颈，嘿，肩颈，哎，来，按先个别操作。啊，爸爸妈妈是这样刚买做，这样会不会？安慰了哈。今天这堂养生与自我推拿的课程，讲师是许祥清老师。他以团康活动的方式教导简单又安全的按摩技巧，现场老少相互按摩推拿，反应热烈，笑声不断，长辈们的脸上都是开心的笑容。啊，享受两边两边哦，奶奶再一个给你，好，谢谢你们，你们孝顺哦。而学员们在快乐的气氛下学习了养生推拿，回家后也能为家中的长辈服务，展现孝心。
推己及人、孝亲行道的精神，在这堂推拿课上展露无遗。那是我们大家的话。这叫触鼻的呢。这不就是推拿吗？那我觉得就名叫做推己及人啊，哈。我就讲推拿这样叫吗？推己及人。对对对，推己及人。我学员来二时，我拢甲老师讲讲，咱就教学员讲啊，一个撇步，比如讲三分钟，学学了，当下当个按捏，哦，按，哎，还是讲你若是讲是大人无滴啊，无要紧，哦，你先生你就当个啊，甲咱的家后，啊，啊，咱太太当甲咱的这个啊先生，等于哎抓人一个，阮一个学员，你嘛是阮的领导，我听伊讲，哦，人因妈妈呢嘛是啊。足济岁啦吼，八十外岁啊，本地咧行路拢会跋倒吼，啊伊就是安尼，就是安尼，家己安尼捏这脚吼，咱这个上岁了，这脚若过好吼，就愈用就对。啊，所以伊就是安尼，安尼家捏，安尼捏了，教讲，哎，因安尼吼，行路较袂跋倒，较袂跋倒。啊，所以咱鼓励学员学了等于爱安那，这就是讲，大家讲孝亲行德精神就是安尼，等于爱学会怎么运用。学会怎么运用，其实这样相片啊，当看到你的课程真多嘛哈。这个除了说是推拿养生哈，啊，这就是电脑课程。啊，不过今嘛哈，咱在家嘛看到足多你带来的资料，像这就是叫做个性书法。是。啊，我实在不了解讲什么叫做个性书法，是讲我学会楷书了后，我再自己发挥，还是讲？这个书法课的老师嘛是我的老师。我国中的老师哦，阮即个在地校长，我即个老师足好，就是讲，伊会当，就是足耐心啦，一对一安尼教学。就讲，比如讲，你咧写字的时阵啊，咱每张写字拢陈列拢一个字已经一个形啊嘛，那毋是长，啊无就讲较扁，啊或者较歪，啊顶顶会较散，会较大高，啊每张写字拢你都有一个形体的时阵，伊咧根据这个形体，来讲，比较，你现在写起来这個形体，你较适合来写这个。颜真卿，啊、哦，比如你这个、你这个形体哦，你将你的这个笔势有吼，你的字骨起来，较适合啥来学这个柳公权，所以伊会经过每张同一班呐吼，但是无一定讲是大家拢啊个啥，伫个楷书用字八环咧开始练习，所以我注意我今年就讲，像伊想要去买一个原木吼、哦，原木吼、哦，我咱书法班的学员吼，来写这个好话。神气就对，写在顶头，然后伊要来报伫阮庙边面安尼，予人安伫庙边行过时，行过去就看到。啊，比如讲啦吼，因为这话是在足好势，咱古早话是足有道理的。比如讲，啊，向西人讲啊，紧走无好步，哈，紧走无好步啦，紧行无好路，吼，啊，这鼓励大家来讲，当代志唔通安尼上赶顾，哎呀呐，看看来，因为紧胖无好势啊，紧嫁无好大嫁啊。好，这我讲就是讲，这个我这哦，这种古早人的这个生活地位的这个文艺哦，那个下来时哦，啊你来看咧读哦，你读个怎讲？哎，还真趣味，真趣味。这个故事是安怎？嘛是跟恁课程有关的？对，种电脑课哈，啊，上这门课老师就是安尼小讲，鼓励咱的囡仔伫这个母亲节的时阵哈，会当以咱家己的妈妈为主题。为妈妈做一个妈妈母亲的简报，所以学完这功课来，伊就开始等于找一下，开始找。哦，阿娘讲，阿你少年，你到上早相片什么吼？你甲爸结婚的相片伫底一搭？后来阿恁时代讲拍摄，哎，无啦，袂去接啊，唔知藏伫底安啦，我就四处找安尼。哦，阿就下当找相片，什么相关的代志？有当在找过程当中哦，一寡咱时代人要甲咱讲的故事完啦。那讲出讲，啊！你这靠这相片，这是安怎？伊来讲，啊！这安怎？啊！嘛伫班上安，安尼安，大家拢爱做一个作业嘛，哎，分享，啊！来看图说故事，啊！咱这同学听啊，就感动啦。啊！尾我听老师讲，尾啊，啊！这个同学吼，妈妈吼，都安尼往生，他就觉得，就是一方面我们觉得也很可惜，但是他就觉得。曾经为妈妈做过这件事情，觉得怎样？就是为人子啊，为人子女，我可以体会得到。有时候我们都说啊，我们早知道就要怎样，可是真的是千金难买早知道。
就是说他就曾经为妈妈做过这件事情之后，他觉得哎，至少有一个什么曾经为妈妈做过这样的一件工作。多教工作其实就是年轻人，这是很重要，所以咱今嘛先来看一段影片。这段影片就是讲着讲，不只是你拄只讲个成年人吼，可能咱想着是讲年纪较大个阿伯阿妈吼，再来当来参加你个课程。最主要就是讲年轻人，其实他们也在参与的过程当中，所以咱看一段影片来介绍。好，我上这课上差不多要三工啊，快要三年了啦。啊，以前在拢会去。是咧说无聊啊，拢爱开销啊。即摆我讲啊，学志宏啊，一寡来遮正道用啊，遐交朋友。黝黑的肤色、壮硕的体格与朴实无华的外表，是林田给人的第一印象。在铁工厂工作的他，虽然只有国中学历，可是他很积极参加社大课程，希望透过终身学习增加自己的学识与见识。这个叶啊，这个是真正的叶，这是叶叶啊，啊叶叶啊已经退化，啊这是它的叶，这是叶灰。在花草学田的课堂上，同学们忙着拾花弄草，林田就抢着去做最粗重的工作，劳力活对他来说反而是最稀松平常的事呢。林田就是这么乐于为众人付出，为乡里服务。2010年，林田也加入了大庙新学的志工大队，热心参与社区服务。今天他又带着一大群国小学生一起来为家乡扫街净化环境，这虽然不是什么高难度的工作，但是充分展现了他公共参与的精神。大庙新学志工队让林田热心服务的热情找到了出口，他也透过课程的学习扩展自己知识上的领域。林田觉得自己身在台江是件幸福的事。其实多加咱影片有看到林田嘛，哈，伊就是为客厅开始，啊，再参加志工。我们一般这个打造花园，打造社区花园，而且林田就是在参加这个打造社区花园。嗯，啊，这打造社区花园，简单讲哦，是安那，就是一门这个社区营造的课程，社区营造啦，就是咱哦，在征营的人来学了的时阵，咱来替征营哦来设计，啊，这个巷道哦，还是这个小公园啊，哦，这个什么所在，当然来改变。啊，林田哦，伊感觉讲，咱大庙乡学哦，咱社区大学足有意义，啊，所以哦，伊哦下班了暗时哦，伊拢固定，然后七点到这个九点进前哦，等到七点半到，伊就下班了啦，逛逛无什么代志，伊就来学校遮帮忙啊，整理图书册，帮忙整理一挂遮学校的遮一挂行政的事务工作，我足感谢伊。伊讲你有一个课程叫做打造社区花园，是，大伯伯这种课，安尼哦，唔知是讲有啊无？不过据我的了解，我看过很多社区大学课，我这种课，大伯伯弄起拈花惹草或怎么样居家，那个在你的阳台啊，可以种一些什么花花草草，或者是种一些什么蔬菜啊，大伯伯弄起这种，干啦，你出来得当完成诶。比较起来，你们的课程就是真的比较鼓励是他往外走。每当可以互存，对，所以在课程设计上其实真的有不一样。因为整个台南社大台江分校也理想的是希望讲，我们要为师生打造他们可以奉献、贡献台湾的、贡献家乡的舞台。啊，我这个补充就讲，少年人除了讲林田以外，我遐嘛阁有这个这个谢美玲同学，美玲，美玲是一个上班族，啊，还有一阵啊话工作。那工作啊，就把它当作是人生的一个那休息的这个阶段。啊，大庙乡有一个理念，就是希望讲能够以文化立春。你讲安南区啦，吼，即马安南区哦，古早阮叫做台江的这个安南区，其实哦，除了海龟镇以外，还够做一个砖头。哦，即马有27砖头，所以阮嘛是透过大庙这种高背景的关系哦，啊，伫各砖头嘛是来推动其他的大庙乡，譬如讲。中头寮兴安宫，美玲就是咱中头寮兴安宫大庙新学文化志工队的一个组长。哦，系啊，啊，所以伊迄时阵，伊嘛甲美玲讲吼，我印象当中也讲伊讲，伊伫中头寮大汉，但是伊对中头寮了解，其实呢，伊即马身为一个青年，但是也了解嘛是不多呢。啊，伊透过这个文化志的工作，伊开始安那去熟悉，伊发现讲哦，
伊就经验到同狗的经验同款。伊讲伊伫砖头安尼共访问的时阵，人讲你什么人啊？嗯，比方讲因母啊，什么人？讲因母的名的时阵，人才讲，人知道你什么人？啊，你跟我同款啊！啊，我等于讲高中的时阵，人讲你什么人？我讲我有钱很顺啊！哦，人讲哦，你有钱很顺啊！啊，人就知道。哦，这拢是咱顶面人哦，就是讲代表讲咱的时代人哦，伫砖头里面啊，做了武器。嗯。就人肯定啊，所以恭喜你什么人的名字，人家说哇，你是什么人的的后生的子孙啊，人就来支持。嗯，所以青年人返乡之后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，人家说城乡差距，一直烦恼说乡村会没去啊，欢迎乡村老化，其实你来创造文化教育的这个资源跟空间，青年人对这方面是有热情的。嗯，青年人愿意返乡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搭造舞台机会给他。所以美玲哦，一个来参加这些社区科学的课程，也义务来担任这个文化志工队的组长。啊，伊策划活动，伊一本迄个笔记本、啊，一本册，我看了非常感动、啊。其实，伊一本册真的写得满满的哈，就是说他所有参加活动的一些想法，包括你们这边很多的演讲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，你都叫讲有一句话，我叫嘛找到啊，就是讲认真做就对了哈，好行来就好。对，好，一句话，我相信是他做了这么多，参与了这些社会工作，所谓的文化立村这些工作以后，美玲他自己的体会。所以我刚刚讲，今年即阮即阵咧推动咱六东来的大美兴二吼，受到足侪人的帮衬，我嘛足感恩足感谢。特别就是讲，这个代志我感觉做的过程当中有神的祝福。那就像美玲讲的，咱人啊吼，咱若感觉对的代志就做。做了就让神来祝福，那就是咱佛陀咧教你教，咱就是先输第二代志，咱就做，啊，不管有啥波折、挫折，咱就来安那欢喜做，感恩受。嗯哼，安尼一步一步来做的时阵，咱会当讲台湾这砖卡所在，因为有一个大庙心血，会当引进现代的知识，会当把知识分子带回到村庄。创造就业机会，给咱的年轻人，特别还有很多课程，都有很多老师嘛。嗯，而且老师是不是咱啊在镇的人，家己在地的老师，咱倒转来雇佣奉献，安尼时阵，咱的创造机会啦，一个平台。对，咱、的村庄就不会空洞化。嗯哼哼哼，这个是台湾很重要的教育运动。其实现在我们都常常讲说是乡村人口外移这件事情啊，其实不只是说有工作机会让他们回去，有一个可以让他们付出的地方啊，付出的机会，其实会更吸引年轻人回乡去。那当然故事说不完，今天非常谢谢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。嗯，我觉得大家可以上去他们的网站看一看，网站其实内容非常的丰富哈，来了解一下说在那边在地的一个社区大学到底是怎么办的，他们的用心如何。今天非常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谢谢。我感谢主持人，感谢听众朋友，欢迎来我们台江，和我们这边的人，和我们交代。好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